两个刀的内切，内切的，这个是永远是一个刀在切，你这样子死的。啊，试过了。对，他只是两把刀内切，两个剪刀。有没有在清远站在修边？不是修边。我们这个原理，你看当时啊，像这个图纸上，它刀的就是。两个人挤到过来的，就是两把刀，双把它就切掉了，今天剪刀很厉害。